因为非常感谢你们陪我们度过了这一季的时光，然后我们所有人都给各位老师准备了一份礼物。哇，然后我跟 Kelvin 就是准备了一个抽浪板。哇，我们要送给就是这一季在真心时刻就是正确率最高的陈耀老师。啊，这是为什么？怎么了？凭什么呀？我刚刚那个环节都没有羡慕他们。对对，不是，他有几次答案是抄那个唐艺昕的。我就最后一次抄了。谢谢 ，Kelvin 有画一个画给你，研究生。哇，谢谢。希望你能乘风破浪，然后奔赴诗和远方。哇，谢谢！啊，我好喜欢，好棒啊！这个礼物，好羡慕索 Queen 哦。早知道有这个环节，我就自己买几把锁，偷摸挂上，懈怠了。我们金逸慈也有一份礼物是给同样挂锁小能手唐唐老师。哦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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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就特地挑选一个空气净化器。啊，太好，太适合我们了，谢谢谢谢老师，谢谢。哇哇哇，这是什么？这个是什么？好可爱哟。这个是要送给谢楠老师。等一下，哇，青蛙。我都站起来了，送给谢楠老师。我坐下去，庞博坐下来。哦，没有我啊，这样子。然后我这个就是送给庞博老师。哦，谢谢谢谢，这是啥呀？他呀，它是一个打碟机。哎，你们不觉得跳过了一个人吗？这真的把我跳了。没事，然后我们接着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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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好棒哦，这个礼物。对对。还有一组，对不对？晶晶老师快等急了，你们快坐下，你们快坐下。那我先来吧。哎呀，是送给谁的呀？我想送杜老师。啊，来，坐吧坐吧，晶晶。我要先抱一下苏苏。哎呀，我们最挂念的人，对，就是因为这一季您为我操了太多的心了。嗯，然后呢，希望这个空桶心锁能锁住您为我操的心，然后也祝杜老师和大家都能所愿即所得。哦，哇，谢谢苏苏。哎呀，说的太好了。是的是的是的。哎呀，杜老师的最爱。苏苏，对，苏苏，我以为是杜老师。加油苏苏。哦，加油苏苏。杜老师可心疼你了。是的是的，也是我们所有的人都心疼苏苏。是的。是给我的，我也有吗？有有有有。两份礼物，第一份是一个便携的筋膜枪，因为您经常出差。哦，然后这个方便您放松身体。太需要了。哎，因为您姓金，就送了您筋膜枪。太巧妙了。然后这个呢是一份特殊的礼物，是一张长期有效的健身顾问卡。哦，您之后如果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来找我。哦，都可以问我。啊，你在北京吗？我在北京。太好了太好了，我一定找你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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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各位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费心了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。这还问得出犀利的问题吗？哎，对呀，啊，不是，你可以问没送你礼物的那对 CP 啊。近义词，你给我。哎呀，听的好紧张，我已经忍了很久了，就是不让我问这个问题，这子弹都上膛了，感觉这近义词喊出来。我们就都问一下，就是从小屋离开以后，也是我们最关心的，你们现在的进展到什么阶段了？我们后来也一直在了解，因为从小屋出来以后，我也去杭州找过他。嗯，然后我们也做了很多在小屋没做完的事儿，一起可能唱歌啊，吃火锅啊。嗯，然后就是还在了解中，因为我们俩就是从过完年到现在，其实不在一个城市，就不在一个城市。对，然后我们俩又相对的可能慢热一些。嗯，需要一个过程。对，不着急不着急，慢慢了解，很好很好。长沙有很多好吃好玩的地方，不急着走，不急着走。对对对，多玩两天。好的好的好的。我想问一下，那个江俊霖热恋起来是什么样子啊？我也不太知道。嗯，
但是我跟大梦其实他也有来个香港找我的，然后我每天晚上也会跟他说晚安，早上也会跟他说早。好甜哦。还好吧。我突然想到，当时去长沙的时候，大梦不是有开玩笑说，就是带去见爸妈。对。这个现在是在计划中吗？我有见过他的妈妈。哦，天哪，怎么样？哦，很好，就是我觉得他妈妈跟他的性格就差不多，都是很温柔，然后很温暖的人。我妈妈也很喜欢你。哇，那什么时候办？那什么时候办婚礼呢？好冒昧啊！我也想去香港玩。那个威震天，你们？就我们小屋之后就有见面，就我有去上海去找他。哦，然后我们有去逛超市。哦，好浪漫哦，画面已经脑补出来了。对，然后有做菜，现在也是老王做是吗？也是老王。我有做肉的菜，他是做素的菜。哦，一起做。对，然后灯塔那期的节目，我们两个也一起有去看。一起看了。啊，你看完那个灯塔跑完之后，就是乔薇当时那一刻完了之后，你有没有什么想法和感受吗？只记得很喘哎。除了喘之外，看了播出觉得好像有一点点甜。当时跑完没有，只是纯喘。当时只道是寻常啊。没有，因为感觉是已经上帝视角了，就觉得 对，在当下真的就是感觉顺其自然的发生，就没有很刻意的，就是有那种感觉。但是再回看，就真的感觉不太。哎，那你回看自己的时候，你会觉得乔薇对你的评价，就希望你能够更主动一点。你会觉得那时候自己其实还可以再勇敢一点吗？会，其实我觉得我是最不勇敢的一个，我都有跟大家在学习。你们也看了几期节目了啊，也看到我们在这里面就是放肆的一些言论，大放厥词，多嘴多舌了。对，就是很主观的一些评论啊，对你们个人的和对你们感情的，有没有什么想问我们的？我想问一下谢楠老师，因为我知道你们会穿青蛙人偶服在小区里散步，很浪漫，还有没有一些就是爱情保鲜的小妙诀可以分享一下给我们？你俩这么鲜还保呢？你俩还需要保鲜？你俩现在正鲜吧，还保鲜是不是？那你们现在的鲜度是到了随时随地要黏在一起的程度吗？如果在一起的话就会。哦，那很好啊。我知道你们这次来长沙是为了迷惑大家，是分开酒店住的是吗？对。Kevin 得知这个消息有什么心情？我想偷偷过去找他。哇！你都做了什么努力呢？我没有，因为昨天晚上我们真的太累了，所以。但是那个想见他的心情很迫切，对不对？对，每分钟都想见他。啊，好甜啊！听说你一直在求你的 PD 啊？我场外信息好多。求 PD 什么？没有。你这什么场外信息？你快说出来，我好想知道。我也想知道。他 PD 是个男生，张姐说：“弟，让哥去一次吧。真的”真的？所以你会问说问有没有做什么努力？我以为你也知道。真的？你原话这么说吗？但是他们。